我们抓住个可疑的女子。 苍山斩妖人，此处荒山野岭，妖孽横行。你一个弱女子，我叫小玉，家住岐山脚下，只因今日家父上山采药多日未归，所以姗姗来寻他。既是如此，那为何被我等撞见，却要落荒而逃？ 荒山野岭，我以弱女子，只恐遇上歹人，所以……满口胡言！我等此来岐山，便是为了铲除萧王。那萧王凶残异常，你能安然来到此处，在下可是佩服得很呢。我。 来是只狐妖，有你受死！且慢，我看他道行尚浅，且并未加害我等，不必节外生枝，放他去吧。寻萧王要紧，师兄，切不可被他骗了。 狐妖极有可能是萧王同党。萧王残暴，我等也多受其害。小女子真的是过路小妖，望诸位念在我修行不一的份上，放我一条生路。万物皆有灵，我等斩妖人，也不是滥杀之辈，否则……师兄可，师兄还请三思啊！ 不，之前的情报。 这次就放了你。多谢。我等此行已有数日，还没有找到萧王下落。不要东张西顾，全力搜寻，发现萧王不要轻举妄动。一个时辰后。是。
我下炉子炼了，方圆百里遍寻不到，没想到还有炼人精魄。没猜错的话，你是萧王同党，说。萧王神威，岂是你等列祖想见就师弟，师弟，师弟，怀州，怀州何在？重，你伤得很重，
我们先回苍山再说。陆云川带着伤重的小师弟踉踉跄跄地回到苍山，二人将此行的遭遇向掌门做了汇报。小师弟讲述了当天遇袭的经过，当日放走的狐妖向萧王报信，萧王趁三人不备，带领一众小妖发动了伏击，三人乱战中被打散，小师弟带伤奋力反抗，奄奄一息，直到大师兄回来接应。掌门迁怒于陆云川放走狐妖，导致师弟们遭遇灭顶之灾，将其逐出师门。陆云川懊悔不已，带着深深的愧疚和自责，将两位师弟的遗骨送归故里。客官且看，前方便是五里坡，沿栈道前行数里便是河西村了。我听闻他们村里近日颇不太平，客官不妨在村中多逗留些时。道长终于开始驱妖做法了。这道长一看就很有道行。时辰到，有请道长做法驱呀。天大地，三五成日月聚，出遥遥入冥冥，气不到气通神，急急如律令，妖怪退散。
此处妖孽被我用独门秘法驱散。行，有劳道长了，我代表河西村一众老小谢过道长。妖怪来了！妖怪啊！你且快扶此妖魔呀！救命啊！